铁城，铁城，亲爱的子舒，请原谅我欺骗了你。刺杀武藤雄一是我的任务，更是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责任，我不可以也不可能放弃。更何况据我们侦查得知，由于你父亲一再拒绝出任为职，武藤已经对他动了杀机。秦老先生再次拒绝之日，就是日寇与汉奸向他下手之时。为了你父亲的安全，我也必须尽快除掉武藤。武藤的车队今天下午将通过松南大桥，我将绑上炸弹，去和武藤同归于尽。没有你的配合，这场行刺或许毫无成功的希望，但我至少可以为了国家和民族，也为了我心爱的人，用自己的生命去做最后的努力。永别了，永远爱你的铁城。你是担心你父亲的安危才决定帮忙的？是，没有其他原因。子舒，你怎么来了？你疯了吗？啊！车队马上就要来了，你现在离开，马上离开！我不走，你不可以，为了你，我答应你。没有其他原因。你怎么才回来？都已经两点半了。善郎，我在问你呢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善郎，善郎，这到底是要干什么啊？你到底这是要干什么？我管不着。你是不是要查师傅觉得厉害？是又怎么样？怎么查到的？还记得昨天去刺杀殷千素的时候，师父回去洗枪管，顺便拿回来那只怀表吗？在松江能修这种老式军用怀表的师父不多，昨天又是你顺路送我师父一程，所以你想要找到这个改装特殊枪管的修表师不难，而他就是给决斗出题目的人，你只要跟踪他就能找到决斗地点。知道还问？你在不该操心的事上还真用心啊！我问你，师傅让你去侦查松江小学的行动现场，你去了没有？有必要吗？秦鹤年每天都那个时间去，小吃摊也不会挪地儿，错不了。善郎，善郎，我提醒你，师傅说过这是他们之间的事情，轮不到外人插手。擅离职守去帮他，以师傅的性格，非但不会领情，而且绝对不会饶了你。你想清楚了。我宁愿说话，也不要看到师傅出事。可你是代组长，你走了任务怎么办？既然我是代组长，那我可以做决定。全体听令，我宣布，由李北伐代替我，全权指挥本次行动。善郎，师兄，
突然少了一个人，计划怎么办？还能怎么办？修改计划，立即出发。刺杀一个武藤雄一就已经够棘手了，还要一箭双雕，刺杀白松崎，这个难度可真是够大的。难度当然不小，因为白松崎选择的见面地点，从理论上讲根本无法执行刺杀。白松崎在叛蒋头日之前一直任职于国民党中统局特工总部，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老特务，他知道自己是国民党刺杀的重点目标，所以一直都非常谨慎。小姐，请问你找谁？约了白松崎先生。好的，请稍等。他特地在松江大饭店包下了最顶上的两层楼，自己住在最顶层。想要去到他的房间，必须要通过层层关卡。小姐，里面请。每一层关卡都防守严密，一般人根本无法进入。请。请。这两样东西我们代为保管，请吧。谢小姐。师兄，怎么是你啊？白师兄怎么这么问？我刚刚在楼下的时候，你应该知道就是我了吧？看看你，嘴巴还像刀子一样。我的意思是，既然老帅已经同意赴约了，怎么来的是师妹啊？我看这武藤将军好像也没到啊。老帅是要到了，武藤将军马上就到。白师兄，你觉得以我父亲的性格，他会在这儿眼巴巴的等武藤？那老帅的意思是？白师兄，你这大白天的干嘛要把这窗帘拉起来？最近啊，眼睛有点过敏，如果见到光会流泪，所以不能拉开窗帘。来，我们那边喝咖啡。为了防止被狙击，他房间的窗帘一年四季不分昼夜一直都是拉着的。也正因为如此，他房间的灯必须要一直开着，人但凡靠近窗户，影子就会被倒映在窗帘上，而这也正是刺杀白松崎的唯一突破口。影子和真人的位置不能重合，那是怎么打到他的？他们通过影子的高低、大小去判断人在这个房间的准确位置。先生，里面请。
喂，说。开始。直面见地，2米53。1米62，1米79，3米1。左面见地2米1，右面见地2米1，到吧台5米49。第一次测试现在开始。王书记，距离窗口3.49，左边的壁炉2.1米，右边的沙发2.1米，位置计算精确，漂亮。那你别高兴得太早啊，像这样的测试呢，我们至少还得再做100次，而且每次都得算对，还得把4楼到3楼的高度算进去，还得把你和白松奇的高度差也得算进去。知道了，下面开始第二次测试。记住，只有等到白松奇走到窗边接电话，我才能准确看清楚他的位置。必须是在黄昏6点到6点半之间。为什么？因为他的房间在东边，只有等到黄昏的时候，太阳落到西边，加上屋檐可以遮光，窗外的光线才足够暗，我才能准确看清他的人影。那为什么不干脆改到晚上再行动，这样看得更清楚？因为我们还要杀武藤。如果天真的黑了，我们看不清楚武藤汽车的准确位置。明白了，6点到6点半之间，我就约在那个时候。师妹是说，只要武藤将军一到，老帅就能到，是这个意思吧？对，只要武藤将军他6点半之前能够到，我父亲自然会到。如果武藤将军到了，老帅没到，那武藤将军那边我怎么交代？白师兄，你是信不过我，还是信不过我父亲？我怎么会信不过师妹呢？只不过岳老帅呢，毕竟是武藤将军，这个数我不是很好说。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，我父亲还能不来吗？白师兄要是还不相信的话，我干脆给我父亲打个电话，让他别来了。师妹，师妹。看看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找大小姐脾气啊？好了，我打电话，我给武藤将军打电话，行了吧？嗯，放心了。坐着喝咖啡。白松奇如果相信你，就会打一个电话约武藤见面。所以你们就打算在那个时候行动？不行，我们必须等到武藤出现在我们的设计范围内，因为白松奇如果出事，武藤就会接到消息，这个时候要杀武藤就不可能了。师妹啊，日本人啊很守时，我觉着还是先跟老帅确认一下比较好。你是说，你父亲根本不知道这件事？以我父亲的性格，他根本不可能答应去见白松奇这样的大汉奸，更何况无论他同不同意，我都没有打算要告诉他。
你是不想让你父亲冒这个险，可是白松奇这个电话打过去，你们不就露馅了吗？帅在不在？白先生不巧啊，老帅上厕所了。啊，那老帅今天有什么安排吗？那就要看白先生能不能约到武藤将军了。好，我明白了，请转告老帅，武藤将军会准时到达，我们恭候老帅大驾，谢谢。谁的电话？嗨，打错了。啊，你看见子舒吗？没有。奇怪了，他要吃我做的炒螺丝，做完了，他人没影了。是不是去同学家玩了？你看这天也快黑了，外面不安全，我去找找。好呀。哎。当时我确实非常紧张，因为杨秘书一开始，并没有同意要帮我们。后来白松奇给武藤打电话，打了，武藤他听说我父亲要来，立刻就决定赴约了。光临，先生可以看一下。可以试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先生您看一下是不是？去那边看看。好，过去看看。我试一下。可以啊，先生您。
白师兄，你电话响了。这太奇怪了，我这个电话的号码基本没人知道。说不定是我爸他到了。老帅，老帅要是来了，下头的人会把他老人家接上来的。打什么电话？喂，请问是钱先生府吗？钱先生？什么钱先生？你打错了。志梅，外头不是敲过钟了，怎么又看表？有急事儿？啊，没有，我习惯看我自己这块。啊，这块德国的军用怀表，我们精密的调试过，和我们手上的表呢，时间是分毫不差。当文谦打第一个电话找钱先生的时候，也就意味着武藤会在3到5分钟之内出现在钟楼广场。记住，这5分钟之内，不要靠近窗户。为什么？傻瓜，他的窗户是关着的，子弹一旦破窗而入，就算没有打中你，也会伤到你。切记，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5分钟之内一定不要站在窗户边，尤其是在第二次电话铃响过以后，那正是贴什么杀白什么气的时候。好。这块表有什么特别吗？我看看。这款式倒是挺别致的，但我要是没记错，你没有戴怀表的习惯吧？这表是别人送给我爸的，他看我挺喜欢就给我了。不像，怎么看？不像女孩子会喜欢的东西。我觉得挺好的，这表看时间方便。也是。白师兄，电话一直响，你确定不接吗？哎，不是说了吗？我这个电话号码没什么人知道，估计跟刚才一样，又打错了，别理他。为什么要这么麻烦？可以等到武藤进入白松喜的房间以后，两个人一起厮杀不就行了吗？如果武藤到房间发现我父亲还没有到，他很有可能转身就走。如果想要把白松喜一个人引去电话旁边，这还有可能，但如果想要把他和武藤同时引到电话那儿去，这基本上不可能实现。那既然不用等武藤，那为什么把刺杀白松喜的时间卡得那么死，非要等到武藤到达广场前的那一刹？因为枪虽然可以装消音器，但子弹破窗而入的声音根本无法避免。这样一来，白松喜的守卫一定能够听到动静。苏文谦他们算过，从守卫发现白松喜遇刺到下到广场上去报警，这个时长不会超过2分钟。那为什么不先杀武藤？因为武藤的身边跟着大量的护卫队，一旦他中枪，护卫队就会立刻开枪反击，这样就会惊动白松奇，而白松奇也是他们刺杀的重点目标之一。只要有1%的可能性，他们都不想要放弃这个目标。所以只有等武藤到了暗杀范围之内才可以杀白松奇，而刺杀白松奇的时间又必须抢在刺杀武藤前的2分钟之内，才不会惊动武藤。那后来呢？白松喜接电话了吗？
情况有变，白松奇不接电话，放弃吧，只能杀武藤了。再等等。来不及了，武藤快要到了。再等等。看来这个地方不适合我们探视啊。那你觉得哪里合适？不知道，找我们的人应该会安排吧。现在知道去哪儿了吧？不见不散。白松奇不肯接这个电话，他后来又是怎么被杀的？别忘了，当时房间里还有我呢。爸，他怎么还没到？不会是有什么变故吧？会吗？要不我打个电话问一下。那是紫树，不是白松奇。杨秘书，我爸他出发了吗？什么杨秘书？是我。爸，您怎么还没出发呢？出发？我出什么发呀？啊？好好好，我现在让他接电话。我爸让你接电话。子舒，喂，子舒，师妹，宝帅还没出发呢，武藤将军快到了。我怎么知道啊？我爸说你刚刚没有接他电话，他现在改变主意了。这搞什么呀，子舒？哎，我30分钟以前跟武藤将军打电话的时候，你可是亲耳听到的。现在你跟我说老帅改主意了，耍我呢？你别问我呀，你自己问我爸。喂，子舒，你接不接？你要是不接，我挂了，觉得我手都酸了。你等等。来不及了，武藤已经到了，赶紧放弃第二目标。电话而已，你到底在怕什么呀？你要是不接，我爸可能真不来了。
开枪！喂。在我看来，你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我算什么英雄？苏文谦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不，他们是职业的狙击手，而你只是一个17岁的女中学生。我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中学生能有你这样的勇气，但至少我17岁的时候绝对做不到。可是你现在比我强多了。那后来呢？他们是怎么刺杀武藤的？这个案件我研究了很久，一直没有找到答案。从资料上看，就算武藤被引出来，以他当时的防卫，绝对可以称得上是滴水不漏。尤其是他坐的那辆汽车，根据记载，整个车身由8毫米的钢板加固，特制的防弹玻璃更是厚达50毫米，步枪子弹根本就没有办法穿过，而武藤偏偏被一颗子弹打穿玻璃，击中头部。苏文坚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？任何一颗步枪子弹都没有办法打穿那辆车的防弹玻璃，但如果不止一颗，再加一颗发射药，半颗也降不了了。这已经是一颗子弹能承受的最大的药量，再加就炸膛了。那就把子弹磨尖，都快磨成针尖了。我就算把它磨成了针尖，又有什么用呢？武藤的防弹玻璃比这块钢板还要结实。哎，看来刺杀武藤的任务完不成了。在我池铁城的字典里，没有完不成的任务。你呀，不要总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人要学会知难而退。不用试了，这个子弹打不穿的。一颗子弹打不穿，那如果不止一颗呢？两颗子弹打中同一个位置，这也太难了吧。这个办法确实超乎常人的想象，实施起来的难度也非常大，而且这之中还有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。武藤的防备那么森严，射击的距离肯定不会太近，两个狙击手先后开枪，要打中远处行驶汽车玻璃上的同一个点，
这对技术和默契的配合要求也太高。如果光是技术和默契，这对于苏文谦他们来说并不难。我所说的障碍并不是指这些。那还有什么障碍？如果想要成功刺杀武藤，苏文谦和池铁城之中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。第二目标已被狙杀，现在开始狙杀第一目标。经过反复计算，想要打穿防弹玻璃，两颗子弹的射击角度相差不能超过25度，而想要在钟楼广场完成这次刺杀行动，只有两个位置符合狙击条件。一号先开枪，所以一号不会慌。但当二号开枪的时候，日本人已经被一号的枪声所惊动，所以二号必然会暴露。那他们为什么不用消音器？我听他们说，消音器会对子弹的弹道有微弱的影响。击杀白松崎这样相对静止的目标还可以使用，但如果想要在这么长的距离两颗子弹击中同一目标，而且还是移动过程中的同一目标，就不能够受到任何客观因素的影响。那二号在什么位置？钟楼。钟楼？那可是当年英国人在松江修筑的最高也是最坚固的建筑，当年那里是日军驻松江的特务与情报机构单位，松江宪兵司令。那他们谁是一号，谁是二号？他们决定抽生死签。左手雕刻着宝剑，战斗的右手道别昨天，子弹在耳畔诉说从前，你我转身已沧海桑田，暗藏汹涌的平淡，愧疚将白发渐渐晕染，子弹将你我分隔两端，相识不语，一生万语千言，答案背后的答案，试探被试探阶级斡旋，放下再拿起笔一支烟，结局总会峰回路转，等它照亮无尽的黑暗，呼唤声埋在我心中。